各位酒友，爱喝酒的朋友们啊，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在遥远的匈牙利能够喝到泸州老窖，各种泸州老窖，这里还有汾酒，看见没？这是我们山西的汾酒，青花瓷坛汾，这是喜宴上常用的红盖汾。喝酒必分，分酒必喝，在匈牙利也能达到这种境界。喝酒找我买啊，价格有优惠。中国的朋友，你们没有见过这种分酒，这是专门供一带一路，叫丝路分酒。这几个品种我喝过一半了，期待有一天我要把它全都尝一遍，但是这个最贵的够呛。泸州老窖非常好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用泥池酿出来的，踩酒曲。什么叫踩酒曲？就是用脚丫子踩出来的，所以才好喝。这种叫大曲，对，这种泥坛的叫大曲，大曲比二曲好喝啊。给你啊，这种叫二曲，这个我也喝过。当然，最好喝的还是这种头曲。世界那么大，有你真好。